八。喂，麦克风，麦克风，喂。按哪里？我已经开了，在下。不过它好像没有很大声。不过也还好，我声音没有很大。如果我不用麦克风 ，OK， 喂。有比没有好的。还是用我来。思维测试。对。喂，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同志物许，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思维策略的那个谢逸平博士。那因为我跟谢逸平博士刚好就是在两个月前的社群认识的，就两个月前我在这边讲，在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政大空气中心，然后我在那边就是讲我的套件，然后讲完以后我就在下面聊聊，然后就遇到谢逸平博士，然后就听到他讲他做的东西，一听就觉得很有趣。那个时候我们逸程就想说，哇，好像逸程好像还有很多空洞，很多坑要挖，对，马上就挖了一个坑。然后谢逸平博士也很热血，马上就跳下来了。对，所以我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谢逸平博士来跟我们讲讲他做的研究，请大家一掌声欢迎他。我看这边好。不行，那坑挖的蛮大，闪不掉啊。好，那我讲之前，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那我是去年开始创业，然后我们做的就是跟数据分析比较相关。那时候就是数据有很多东西可以分析嘛，那我们不知道到底要分析哪一块。那秉持着创业，不要去做跟人家类似的东西。然后去年大家都知道选举。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拿一些选举资料来分析？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做选举资料分析。那我们团队现在有三个人，那我就是负责，我硕士的时候是念数学，然后到博士的时候才念资工，那所以我自然而然就会对 big data 这些 data mining 这些东西就比较熟悉。那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像个疯子一样，每天就一直盯着这些数字看，看能不能观察出什么鬼 model。其实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看。那我们另外有一个 partner 也是一个疯子，他是极致的，他不是念理科出身，他就极致的社会学家，什么人类学、心理学，什么生物统计懂一点，反正就是这些有的没的，他都全部都知道。那他也很喜欢去看每个选区里面有发生什么事情。那他就是在做，你可以把他想象成做质化研究，很极致的质化研究。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partner 跟我一样也负责资料的。那他最主要工作做那个他 data collection 跟那个 cleaning。好，那因为我们的资料都是从那个中选会的资料上来啦。你们知道中选会上面资料都有错。中选会曾经在某几届的议员候选人就出现几位超级赛亚人，他们得票率都破100%，但是还落选，很怪。中选会就是很怪，就有资料会错误啊。那是也是有一次。会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因为我在拉这些资料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自己去做运算，就算出来奇怪，怎么这个区的得票率，这个区大概只有几万人啊，然后算出来的票是十几万，就发现这个事情，然后奇怪是鬼人投票，然后发现其实不是，其实中选会有资料很多错误。那我们这个 partner 他就是很极致要求 data 要正确，那他每天就是在看这些 data， 把这些 data 错误找出来。在今天分享之前，就是要先 claim 一件事，就是，我知道这是一个 open 的会，所以很多资讯都要 open。那我们去年有跟四位议员合作，他们都选上，但是我在这边真的不太方便公布他们是谁。不过呢，后面会有举两个选区的例子，那你们大概可以猜出来，猜到一个范围啦。但是，所以不要问我，就是到底跟谁合作。好，那我现在开始分享，就是。在去年这个选举大概有半年时间，那我们跟四位议员合作，那我得到一些经验在数据分析上，还有一些选举的一些小知识啊。我知道以后本来都不知道，然后因为跟着他们选举去问了他们一些
就很熟悉选举，我才知道他这边会分享一下。那在分享经验之前，要先分享一个故事哦。这个是大概是我能找到，就是一个选举数据，在帮助选举之后最早应用，这是大概19世纪吧。这是那个美国的马赛诸塞州，就是那个 Boston 的那一个州。那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反对派的议员非常强，每次选举都最高票。哦，他选举都最高票。然后但是呢，因为他是反对派，所以那个州的州长就常常都每次都被他定的满头包，他就很不爽。那他们就开始想办法说要怎么样合法的把他给搞下来。但是他因为真的在地实力太强，怎么选每次都第一名。然后就有一个数学家去帮了那个市长还州长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说，哎，我看了他、哦，他的户籍是在 A 这个郡，可是他的票源都是在 B。那我们下次就把选区重划，动个手脚，把 B 从他的选区里面挖掉。那因为他的户籍在 A 嘛，他不可能迁到 B 来选，然后赶快公布这个事情，让他就是 B 的那个，因为他的票仓都在 B， 就让他拿不到 B 的票，但他 A 的票很少，但他就会落选。然后那个市长还中就觉得，哎，这很可惜，然后马上就，因为他执政嘛，然后他就赶快暴力通过一堆手法，然后把选区重划，然后划成像这样，就是一个倒过来的 L 型，莫名其妙。那后来那个议员很强，那反对派议员果然就是这样子，他的票仓就被割开了，他拿不到他那边的票，他最后就落选了。啊，但是那时候就这件事情就被大家攻击，因为他选区割得很奇怪，然后这个选区就有人把他划成像一只有动物叫龙源，所以这个东西那个州的州长的名字加上龙源一名就 gerrymander， 就把它凑成这个字，它就代表说用一些不正当、不合道德逻辑的方法，然后试图去影响一些选举的结果，就像这样，它其实是合法的。那个州长用他行政命令把这个州的那个选区重新划分，然后让他的政敌不能选上，那这个事情后来就闹很大，但是然后。后来其实这个州长在下一届选举都有没有选上，因为就反正就大家就是骂来骂去、干来干去，台湾跟美国其实都一样。那这个州长也没选上，不过那个他那时候也达到他的目的，那个议员没选上。那这个是最早就是有选举的数据拿来做在选举的策略上应用，最早哦是这样子哦。那除了这个东西，选举数据能够在做啥？那对我来讲，当一开始我要做选举策略分析的时候，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那在这个之前，我想要问大家一下，因为看大家应该都有投票吧。我想问一个，如果你曾经投过国民党，然后又变成投民进党，或者有投民进党又投国民党的，有吗？有没有举手一下？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绝对不多，绝对不多。为什么？这个就是我后来我问了很多周边的朋友，就发现其实。我自己也得到一个结论，其实中间选民很少，真的会换来换去很少，大家都是很始终的。哎，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要做的。我们在选举，分析选举的数据的时候，我就要找出这些选举的惯性。因为我发现，从刚刚这样问大家就知道，其实你投蓝的，你大家就一直会投蓝；投绿的就一直投绿的。那这种惯性如果可以把它找出来的时候，对一个候选人来讲，他会知道他选区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那最让大家能够理解的例子就是所谓的眷村嘛，国民党不是都有眷村吗？就是以前撤退来台，然后老农民住都集中住在一个地方，那边一个里，那边都全部都国民党铁票。那我也从这个例子有去想到说选举惯性这东西。那我中选会上面的网站资料，大概从1994年开始，就是陈水扁跟赵少康、黄大波选市长之后，那时候就有选举的资料，所以到现在大概是20多年。那我们的目的就是。我在做的事就是把这20多年的资料都建档，我还必须要重算，因为我刚刚讲过中选会有出错过把那个得票率算到超过100%，然后还会把人名打错，或是里啊选区名字打错，反正出很多很低级的错误啊。那我再把这些数字放进来以后，然后我发现大概看最近10年的数据会是比较准的，因为你现在说，哎，以前陈水扁选的怎么样？但是距离现在已经那么久了，这个数字可能。不会具有决定性的参考价值，可能可以拿来研究，但是太久远了。那我也只会取这10年。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像是在看选举数据的历史学家。一般做研究历史的人就是比较直化研究，他会去看中国以前各个朝代，什么宋元明清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来看看现在政治怎么样。
那个就是一般在做研究历史的工作，是最有名的。大概台湾我知道，大概就公孙策嘛，他会常常写一些专栏，然后他拿古代历史的事情来讲现在的政治的东西。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跟他很像，只是他是用实话、用文学历史的方法去描述现在的政治。那我们就是拿以前选举过选出来的成绩的数字来描写它，描写现在你某位候选人、某位选区到底有什么样的惯性。那所谓的惯性有什么？那惯性其实你在刚刚有问过，所以举一反三，大家就知道，就是所谓惯性，就是你始终支持或是反对，哦，都一样某个党。现在大家就把国民党骂很惨，那也有人讨厌民进党，哦，然后或是某个颜色，啊，这边颜色就是大家讲的泛蓝或泛绿吧，哦，有人就是始终支持国民党，那也不一定，他可能新党也支持，亲民党可能支持一下，哦，这些人，那绿的就是民进党在台联嘛，哦，那还有在台北我比较少看到，看选举的数据来看，在台中、新竹以后啦，你就可以看到，尤其看市议员，市议员你就会发现，就是如果这个地方的市议员有很多无党籍的出来选，很多无党籍的出来选，然后都选上，那就表示这边派系很强，因为他不需要靠党的提名，他自己出来就可以了，他就是一个派系。那大家都知道台中派系最多啊，哦，那也有很多人就是始终支持某个派系的，哦，那也有始终支持反对或是支持某个人的，哦，待会会举例子啊，蔡正元我一定不投给他，哦，出来要罢免他我一定出来投，哦，类似这种就是一种惯性。那还有一种是不会出来投票，这个其实很常被忽略，就是投票率的问题。台湾常年大概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就不出来投票，大概正常来看大概都是三成，所以通常有七成多的投票率算很高啊。一般在定义一个国家是不是政治狂热的国家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拿七成左右。如果你的投票率有到七成，他们会定义这个国家是很政治狂热。那台湾其实我有去翻了一下维基的文献，台湾的平均的投票率排名好像在全世界算前十名，算很蛮高的。那亚洲国家比较低的就是日本大概都只有50%而已，就比较低。哦，那还有另外一种我觉得很有趣的，但其实不常出现，我现在也在想说要怎么表达，是只投废票，可能很少啦，应该 有人投过废票吗？还是有，是不小心盖错吗？还是哎，比较常遇到是那种，像这次市长他出来选，哦，要么选柯文哲，要么选林政委，或是冯光伟，或者什么其他有的没有，但根本不知道自己要选的市议员有谁，他就不选，那这样变废票，这样比较多。我看到啊，就是大家会投市长或是总统，但是跟着市长、总统一起选的议员或立委，大家可能都啊是随便的，我也不知道是谁，我就不投了，或是乱干这种。那我试着要找出投废票这件事情来。那投废票会比较明显是发生在同额竞选的时候。那一般来讲，总统啊、议员、县长、县市长、首长不太会有同额竞选，同额竞选都发生在里长。然后你就会发现说，有的地方里长很怪，就是这个里长一个人出来选，但是有可能废票比他得票还要多，但他还是会上，因为他只有一个人。那有这种状况，就表示说奇怪，那些为什么？一定有人讨厌他嘛，不然为什么要投废票？就盖给他，不然就不要投票，就是投废票。那是不是表示说这边其实下一次选举的时候就有人可以出来，对吧，啊？我光吸那些废票，我就可以干掉原来的议长。这个有发生到这种状况啊，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说下次又有人跑出来，或是议长又换了，没有，这蛮怪的。啊，那惯性到底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那第一个是这个问题，这个嘉义大家都知道嘛，那个。陈以真那时候在选的时候都不挂党徽，然后涂醒哲都在每次都在他旁边挂，给他挂党徽，就支持陈以真就是投给马英九，就帮他挂党徽。那到底要不要挂党徽？有人觉得他是因为被挂了所以才输的吗？有没有？我不知道，这边我没去算，我没有去算。好，但是挂不挂党徽这个其实跟惯性有关系哦，因为我们来看一下不挂党徽会有什么风险。这个是中山大同。欸，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跟中山大同有某一个议员有合作，哦，所以现在有八个候选人，你可以来十四个啊，八个上了，那八个里面有一个跟我们合作，大家可以猜一下啊。大家看到这张图，欸，有中山大同了吗？有没有？好，先你们应该知道他是谁啊？那大家不是中山大同，你们觉得看到他一个这个选举的这个文宣或是赠品，你们觉得他是什么党？对啊，国民党举手。
欸，好，不用很多次了。好，公布答案，它是新档。好，在右下角有一个黄黄的，好，它是新档的。好，那这是我的臆测，好，这是我的臆测。我觉得呢，他出来这边选，他就要吃国民党豆腐，他就把他的党规隐藏很小。那我实际上看过是什么？看过他这一张图片，然后他把它拉很宽，就是公车广告，不是公车广告横幅吗？那因为这块背景是红色嘛，红色就变很大一块。啊，左上角就有一个国徽，啊，远远的看，谁会去看右下角那个？然后大家都以为他是国民党。那因为我们这次是跟国民党的议员合作，然后然后就有听到风声说，哎，国民党这次怎么提五个？其实国民党只提了四个。然后很多人不知道的时候，以为他也是国民党，就是看左边那个图，然后看不到那个新党。然后你可以去翻这位候选人的他的 FB。他在 V 放的相片，因为他的那个选举旗帜是长这样子嘛，那通常都旗帜举很高，然后下面站一排人，然后人都会把这个新党的挡住，然后几乎都是这个相片，然后衣服也是啊，反正衣服也很少黄色的啊，欸，或是党徽有放不太明显，欸，那我觉得他就是来鱼目混珠了，就是要吃人家豆腐，那所以不放党徽就造成你国民党大家就以为有五个人嘛，那票就会被分散。那为什么我会说票会被分散呢？那又是另外一个惯性，我来推，这就是中山大同。我从2002年来看，泛蓝哦，泛蓝就是亲民党、新党跟国民党。从左边这边是中山大同，然后中间是只有中山区，右边是大同区。大家都知道大同区比较绿嘛，所以大同区的国民党支持率比较低啊，中山区比较高啊，最左边是一起算，然后你就会发现基本上这个得票率就很平均。那这三届这边2002都多出来一块高高的，哦，那是因为这三届呢，2002年有新党人出来选，哦，然后后来都是有亲民党跟国民党，然后你而且你会觉得这数据很恶心，我那时候算这个时候我就起鸡皮疙瘩，因为这个的变化太小，就是从06到10选议员的投给国民党跟投给民党票比例几乎都没变。所以国民党几乎都没变，哦，那这个就证明了说，这个也证明一件事，我这一次在选举的时候，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很不可思议。你们觉得国民党议员跟民党议员在选的时候，到底是谁跟谁在打仗？大家都觉得应该是国民党议员跟民党议员两边都会互相骂，都不会骂自己同党，都因为骂对方啊，你贪污啦，啊，你台独啦，啊，你统一啦，什么什么有的没的，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骂这些东西是骂给自己的选民看的，因为从这个惯性你就可以看出来说，刚刚也问过大家，你都投绿的，你大概就是都投绿的；你都投蓝的，大概就是投蓝的。所以今天有一个国民党做的再好，投绿的支持者，你也不会想去看，你自动就把它 filter 掉。反过来一样，你都支持蓝的，你也不会去管绿的。所以呢，变成说一个复数多数的选区。选多数人的选区，他们其实同党都是在竞争 同一个票源，就是国民党的议员提出来，他们提了四个，就是在竞争那50%的选票，他也吃不到另外那50%的选票，因为那另外50%的选票就是在惯性作用下，他不可能投给他，他就是竞争在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实际上表面上看起来是两军在打仗，其实呢根本没有两军在打仗，是两个军队自己在窝里反，自己在打架。欸，那这个就是惯性的东西。那所以后来，因为惯性的这个东西的状况，就是跟他说，你如果不挂党徽，大家都不知道你是国民党的。那第一个，他就很难，你就国民党支持的就很难支持你。好，然后第二个是又有人来跟你多加分母，大家去上 KTV， 大家都不喜欢当分母，当然这件事情除外，大家都喜欢当分母，多分一些选票，这样子就会让国民党的那个选票流失。所以后来在中山大同区就建议国民党的候选人一定要挂党徽，你不挂党徽，你的票就会被分掉。好，哦，这个是一个惯性的这个例子，哦，然后再来是还有数据可以加上策略，这个也是惯性，哦，这个是士林北投，那好又多一个区了，有22个议员选上了13个，哦，然后呢这张图，哦，是士林加北投，总共93个里。好，哦，那这是2012年蔡英文在这边选举的结果。那我标成三个蓝，三个颜色。好，哦，那深绿色就是，欸，我先讲，白色的地方就是这92个里，93个里面我
切一半，用得票率来看，切一半，分成前半班跟后半班。白色的就是后段班，哦，那有着色的是前段班。那为什么前段班又有分深色跟浅色呢？因为我去算它这93个里的平均得票率，如果它是前段班又超过了平均得票率，就是深绿色；反之就是浅绿色。那就把这个图画出来。那这边我们是跟民进党候选人合作啊，所以猜的话就是1/6的机会，你可以猜中它。哦，那就告诉他，给他这张图。那这张图就是我刚刚在讲，一直在强调那个惯性。这个图就是最近一次选举，离2014最近一次选举，可以测得出来民进党支持者在哪里。那所以这表示什么？表示说你的宣传车，民进党的议员都有宣传车嘛？你宣传车该去哪里绕？你就不要浪费汽油钱，那时候汽油又很贵，你就不要浪费油钱在白的地方绕，因为没用。那边的人支持民进党的浓度就很低，你在那边放半天还被人家嫌吵，又被人家骂，得不偿失。你就去绿色的地方绕。哦，那他们也会做电话的那个名册，就是我哪里有选举的人啊，然后会记录嘛，有装表会回报嘛，那他们会打电话拜票，真的就是一通打，然后说啊我跟谁认识啊，是他跟我讲啊，希望你来支持谁，就是电话拉票。那你要拉票的话，因为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要打电话，先从绿色的地方开始打电话。那还有议员最喜欢干嘛？议员最喜欢扫街，传统市场去扫，晚上沿着马路扫，然后坐着吉普车扫，坐着摩托车扫，反正他们觉得很爱扫街，他们喜欢去接触到人。那接触到人，那这个就是一般做电子商务那种转换率的概念。你碰到十个人，有多少机遇是会投你票？很简单，去找民进党支持者会出没的地方，聚集的地方去。那其实这个东西在做，就是把你的那个效率要提高啊，转换率。你不应该把一般之前在我们去跟候选人合作的时候，他们其实有这些，他们完全都不用。这让我很 shock， 就是说这些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基本、很基础的资料，但我们接触到候选人几乎都没有人拿这些来用，来帮助他扫街或是拜票可以更有效率。像在这种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建议他白色的地方你就少去，因为对一个候选人来讲，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地方，一票两票他都要拿，多一票就多一分胜选机会嘛。但是理论上，你很难拿到票的地方，你就应该少去；能够多拿到票的地方，你就应该要多去。好，那这个图给他。那第一个呢，广告文宣要放谁？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今年才会有这个，或者因为今年台北市长柯文哲出来选嘛，他是无党籍的，所以我就跟他说啊，这位议员，你要放那个大的帆布的那种海报，那你要跟谁合照？好，如果在绿色的地方，那你就放蔡英文好了，反正这边就绿的支持者。那白色的地方你就跟柯文哲合照，你也不要放自己，就放柯文哲，反正因为柯文哲无党籍嘛，对啊。你如果在白色地方放蔡英文，你会很讨厌，因为那边的国民党人支持蓝的比例比较高，支持绿的比例比较少，那你就放柯文哲，因为刚好柯文哲是这次出来选，他又是无党籍的，那就是跟他讲，这个东西就是在利用惯性的另外一个例子哦。那还有数据可以帮助他们做很多事情哦，就是打破他们的想象哦。那这位从刚刚先回到这个图，从刚刚可以看到，因为这士林北投嘛，这一块就在山上，就是阳明山。哦，那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玉萍这边很绿，哦，照你的讲法，我该去吧？”他也认同我该去。那可是到这时候就会有一个大家就会开始讨论，可是山上到底有多少人？因为选举不是把得票率全部加起来，他是看一票一票的，票数高的人得胜嘛。哦，所以如果这边虽然得票率很高，可是他人很少，他到底值不值得去？你要反过来这样想。那我们就说好，那我去帮你找资料，我们去看看刚刚那些里，那边有在8、9个里、9、10个里吧，9、10个里到底有多少人？然后算出来呢？我有先观察过一个户政资料，大概台北市啊，一个行政区，台北市12个行政区嘛，一个行政区大概65岁，这跳太快了，抱歉。我们先看山上有多少人。那结果发现山上的人在士林比较多，士林大概有6%，然后北投大概只有4%。那很明显，你就可以看到占了将近一半的面积，但是人口都不到10%，很明显的区域就是投资报酬率很低吧。但是刚刚也讲过了，基本上你不可能不去，你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里吧。所以意思就跟他说，那山上的里虽然支持绿营的比例很高，但是因为人太少，所以建议你少去，哦，不用去，或是你不用亲自去，你
你就叫宣传车去绕，一个礼拜去绕一次就好，或是就用摩托车，反正不管用什么方法，就是你降低次数，哦，那你省下来的这些你个人的时间，你的其他宣传车就放在其他平地上比较绿的，支持民进党浓度比较高的地方去绕，提升你的那个转换率，哦。那后来他又问我另外一件事，就是，他问说，那他的印象是山上的话，老人应该蛮多的，好像大家都觉得山上老人都住山上嘛，那到底是不是这样？那我就去帮他找资料，结果发现，一般台北市12个行政区，每一个区的60岁以上老人，比例大概都是 10%到12%， 但是在士林北投山上那几个里都不到，我记得都不到5%，10%以下，有的还不到5%。他听到以后他就吓到，他说，怎么会这样，跟大家想的不一样？那解释方案当然很多种啦，当然就解释方案很多种，譬如说，哎，老人住山上要看医生不方便，当然都住平地，这种 这可以解释啊。但我觉得我们那样解释是马后炮，但数据是真实的，就是说山上的老人也真的比较少，不如他的想象。那这个是数据另外一个功用，就是很多东西大家只凭想象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哦，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有没有住永和的？有吗？永和人有吗？OK， 好，只有一位。MI 我也住永和。永和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人口密集度很高的地方嘛。你知道永和这四年来人口是增加还是减少？大家，我问个10个啦，而且很多住永和，大家大概都会说增加。其实永和这四年来减少10,000多人。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我都觉得我们家那边一直在都更啊，盖新的，他旧的房子铲掉，然后人都搬进来，为什么还减少？但去查户政资料，四年前就是2010年选举的最后一个月到2014年去年11月，这中间永和少10,000多人，就是数。你很多时候你会被你的直觉给框架给绑住，但是做数据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把你那些框架都打破，真的拿出来，那它可以帮助你做决策的时候做出更对的决策，会比较有利。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士林北投，那像刚刚这个表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排序嘛，哦，因为这个绿色的这个每个里每个得票率又不一样，它可以排序，啊，把它排给他，扣掉山上的排给他，然后跟他说啊，你最需要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那这只是一种排序的方法。那其实我们这次在做的就是我们找出各种不同排序的方法，去排说哪个里你该去。那我去翻了2010年民进党在士林北投区提了7个人，然后最后只上5个，那有2个落选嘛。那这2个人落选的2014年都不出来选，但是他们有拿到票嘛，所以我去把他们2个人拿到的票全部加起来，所以这边是士林加北投93个里那2个人得到的票数。那所以你就可以去看他说，如果你要再开发新的选票，你要开发新的选票，那这边就是每个里有可能 release 出来选票的多寡，那你自己去排，我把它从大小排嘛，所以有非常多排序的方法，那你就可以去叠起来，你可以最终你有3-4种方法去叠，你就可以叠出来一套说，哪个里真的是最优先的，你就花最多的时间要去。哦，那这个真的是他们以前都没有想象过的。那补充一下，那个标红色就是刚刚讲的山上那几个里，山上的你也看到它都大部分都排比较后面。哦，那还有一个是他们很喜欢去人多的地方，像市场他们就会去扫街嘛，然后一直握手啊，柯文哲那也常常上新闻嘛，就去握手，啊，主要就是要跟人接触，哦，要拜托支持一下。那第二他们最喜欢去的就是这种庙，你可以看到任何庙有祭拜，有什么什么，只要是民意代表，不管有没有在选举，都会去露脸参与他，因为他会被人家看到。那是因为这个庙有这么多，刚刚上面的那个红色的小圈圈全部都是庙，那比较大的一些比较庙，像北投有关渡宫，那一定要去，那个大家都知道，那是很有名的。那台北市像有行天宫，松山区有什么十六宫，反正这种大的庙，就是只要有办的活动，或是什么妈祖生，或是神有生日庆典的，民意代表一定会去。但他们不满足，他到底还有哪些庙该去？那我们就找出来，从地图上找到市里面有这么多庙。那来了，我要排序，我怎么样去评估哪个庙该去？有没有人有想法？我们那时候想了一个很疯狂的点子，有吗？他们不会通通都去吗？这么多，不可能全跑。不可能吗？应该是说，我也，他们每个人都会想每一个都去，
OK， 就像每个人都不会放弃每个你一样，但我的工作就是从数据上去帮他找出最有效率的跑法。所以我其实要去评估一个宗庙它的影响力有多大。行天宫大家都知道很大嘛，对，看他拜什么神啊。哎，这是不错的，我可以研究一下，到底台湾拜什么神？可能妈祖很强啊，妈祖或关公啦。哎，还有香油钱，哎，香油钱一样的水，香金。哦，这个他讲对，香油钱。哦，是的。我就是酸油钱。那香油钱呢？这个很妙，因为公庙它是社团法人，它没有义务公开。反正最近慈济潮很凶啊，慈济潮很凶的。但这是巧合，我不是因为慈济才写上去的，是真的有算这个。就是他们捐献钱，他只要对他的那个社团法人里面会员公开就好，透明就好，他没有必要对这个公开。哦，但是呢，那这个东西你就很难去 hack 到他，你很难拿到嘛。那我就去查，然后我就发现，啊，这个后面会讲，就是其实公庙都归市政府管，所有你在台北市的公庙都归台北市政府管，而市政府不会直接管，所以归什么管？归区长管，归区长管。那你就可以透过，因为如果你现在是个议员或者什么的，你就可以透过管道，透过党，或是透过什么，你有行政资源，你就想办法去 hack 到那个区长，跟他说，哎，我要几个公庙什么的，或是你的庄脚在地方，你可以帮我问一下这些庙的香油钱怎么样？哎，那当然不可能全部问到啊，那可能又问到几个比较大，那就从高到低排下啊，那你就去这个，就这样。这个是别人出题目给我。就是候选人出题目给我，他说他想要去拜，还有这么多，那我到底要去哪里？那我们的工作就是想办法为这些庙做 ranking， 但不是说那个神准不准哦，不是，是到底这个公庙有多少人，它的影响力有多少？那我们后来想一想，最靠谱的应该就是香油钱，因为捐的多表示它影响力应该比较大。那这个是一个，哦，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分享是选。这个罢免要多难，要过到底有多难？应该不会有人认为罢免很好过嘛，对不对？那这边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到底有多难？不要用文学上的形容词“要求难”这种东西，讲这种东西都没有用。哎，做数字就是抹去那些东西，拿数字来，那算出来结果应该会让大家大吃一惊，也会让蔡正元大吃一惊，因为如果蔡正元当初知道这个有多难的时候，他就不会选完就这么龟缩，一直龟到罢免最后没有过之后才出来说什么啊，给太阳花什么学运的人的一个审判，还我清白之类的。如果他知道有多难，他就应该会做更有够小的事情。我来分享一下啊，内湖南港哦，选举人口，他的选区刚好就是内湖南港。那这次市长，我拿市长资料，选举人口是接近32万，接近32万。那罢免成立的条件两个嘛，第一个是开完票出来有一半的人以上赞成罢免，这一定过，没有人，就跟公投一样嘛，没有人会去特别投非票，不要去投，就会让他就让他就失效。但是还是有反对票，我不知道反对票为什么人家去投，不知道是盖抽还是怎么样。那最主要就是投票率要过一半，也就是说，那接近32万要接近16万人出来投票，哦，那到底会有多少人出来投票？其实我没办法估有多少人出来投票。但是从刚刚的选举惯性，我们可以来试着想说，有多少人不会出来投票？好，然后我们来看，连胜文呢拿了91000多票，应该可以假设这91600不会出来投吧，合理嘛？对不对？然后呢，过去10年内湖南港有多少人？投票率最高是哪一次？是04年的总统大选，他投票率就是83点多，所以反过来算就是有16点多的人不会投票，所以有这28.5%跟这个16.7%的不会出来投票，这边加起来是多少？这边加起来其实就是0.52%，所以呢，只剩下54%人出来会投票，状况下要有50%的人出来投票，那这样换算真正的投票率是多少？是92%，这个才是要求难，就这个投票率根本不可能成功，而且这个投票率是建构在。只有 16.74% 的人铁不投票。如果我们拿，你看这是台北市2014年台北市市长这么竞争，大家氛围都这样子的，投票率也才7成1，内湖南港，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套进去，永远都不可能过0.5。
就顶多就是四成的人出来投啦，顶多啦，四成多。然后呢，罢免前的一周不是立委补选吗？立委补选普遍都不到四成。然后我也去翻了台湾这十几年来那个补选的结果，大部分也都不到四成。所以就是这很妙啊，台湾是一个政治狂热的国家，大家都对选举非常有兴趣。可是如果这选举很小，大家都没有兴趣，就不会出去投。即使很恨蔡正元，恨的人那么多，还是不出来投。才出来多少？两成七嘛，两成八。我印象中，八万票，两成七，两成八。就是，所以变成这个就证明说，其实你很多选举在一起的时候，媒体跟那个氛围力量那个才强大，才会让大家出来投票。你自己搞一个选举，更不会有人理你。那所以我说，为什么蔡正元 Q 小不好？因为他可能选输了，他马上就跑去中国嘛，他怕被人家骂，我在猜啦。哦，然后回来以后，然后也没有常常讲话，因为罢免他的案子就一直在推，他可能也怕过。但是如果有人跟他说，欸，蔡正元根本不可能过，欸，如果我是蔡正元呢，我也不会去大陆，我选完以后我就一直跟乡民干，就是跟他拼了。然后拼到最后，即使你都不会上，哎，对啊，你看我都跟你拼成这样子了，你们还是过不了。那这样是不是比他现在归到罢免不够再出来讲话有利多了？至少要让人家觉得靠你是条汉子。我就觉得，如果今天有人跟他说这么难，那我相信他会这样做。对，不，因为他之前有说他下一届不选嘛，除非他那句话是讲假的，他下一届可能就又想。又想再选，他想要食言而肥，但我不知道。但是他归说，我是觉得他在害怕。如果他可以知道有这么难，他根本不需要怕，就跟他拼了。反正他已经够黑啦，就算被霸掉了，还是一样不会再黑了。对。然后再来就是一些知道的东西了。那刚刚公庙那个水管有讲过，就是市政府管，那其实他隶属于区长，那就是这个区公所在管，所以区长可以直接拿到一些公庙的资料。像以前那个其实都有管理哦，然后大家知不知道投开票所为什么设在那边？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是因为这次选举，接触到这些竞选团队，我们有问过，然后问到一个里长，哦，那首先投开票所决定是里长该决定的，哦，这是第一个。那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设人投开票的，大概，哎，我记得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你那个地方腹地要大，因为投票。一个投开票所大概可能会投票，大概以市区来讲，可能都会有一两千人，一千个人应该跑不掉，所以那个地方要大，你不能让人家都挤在那边。然后第二个是你的那个逃生安全要做好，因为都在室内投票嘛，如果万一发生火警、什么地震，你那些动线都要规划好，所以不是随随便便地方都可以投票。啊，第三个是你的投票那些排队东西，你不可以影响到既有的交通。不可以啊，影响到你可能在像我们家那边就是在一个庙里面投票，那庙紧邻的路上，如果你排队排到那个路上的时候，都会有警察在那个投开票所指挥嘛，他会不让你排到路上，你就要在里面绕 S 型这样排，他不会让你到马路上，因为那会影响到交通，可能会发生交通的事故。所以大概会有满足这三个条件，那基本上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里长。把这个投开票所往上报，那就会核准。那知道这个以后呢，然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可能投开票所变来变去？结果我发现有，因为中选会里面有很多，它可以有个里的资料，那你个里资料再点进去，它会有个里嘛，投开票所的资料。那我再去翻选举公报，查到发现，其实有一些地方，它的那个有几次的那个投开票所有变化过。就是都没有固定在一起啊，像我家永和那边是都固定，我投了四五次，大概都在同一个地方。可是我有看过投开票所变的，然后我就问到一个里长，一个好朋友爸爸刚好是里长，已经退休了，然后我就问他说啊，李玉梅这个投开票所你们可以决定，那你为什么要变？结果里长伯跟我讲了一个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就是投开票所设在哪是可以影响投票率的，所以换句话说。只要符合刚刚那三个条件，里长可以操纵投票率，但 不可能太多了，但可以影响。他就举个例子，他说他曾经就是，譬如说，这个里有都跟盖一个新的社区，还有中庭，他就把投开票设在中庭，他就是要监那个投票率出来。啊，因为那是一个集合式住宅，他里面住了几千人，他现在投票很方便，所以大家就很容易冲出来。
啊，如果又遇到坏天气，大家都知道坏天气，大家会不愿意出来投票。可是如果投开票就在你家楼下，也不会淋到雨，你还是会去投票。那他如果要投票率低，他就把它放到一个大家比较不方便的地方，那大家不愿意投票，投票率就会降低。所以其实这是里长可以用一些合法手段去操纵得票率，就跟一开始讲那个杰立龙的那个事情一样，你可以用合法手段，但是他那个做的比较龌龊，他是把选区整个重划，他没有，我只是投开票所摆而已。哦，那所以里长到底有多重要？真的超重要，选了以后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去抱里长大腿，因为呢，里长除了投开票所以外，另外一个是里长是永远都是选举最强的庄脚。永远都是最强的庄脚，为什么？因为他真的可以 catch 到里民。但一个里，你去看你们家，每个户籍代理有个里就是四五千人，那你一定，我那时候也打问他，为什么里长可以 catch 到这么多人？因为很简单，每个里都有分零嘛，你们身份证拿出来都有几零几零嘛，然后一个零会有一个零长，啊，零长怎么？零长没有在选的啊，啊，零长怎么选的？怎么出来的？里长指定，所以里长可以指定他的心腹，啊，这边都是我的心腹，所以。整个里它就像就是一个很绵密的组织，像树状图这样散下来，所以他都知道每个区域，他如果要找这个区域的人，他就透过那个区那个里的里长都可以找到人。所以里长的功用在选举是很强的，你只要跟里长打好关系，啊，因为这些里长都是里长的心腹嘛，里长基本上要支持谁，哦，跟里长回去讲说啊，把这好酸林撒几个牙，然后票就会出来，里长都是这样子搞的。就是可以找透过里长，尤其是以前里长好像是单独选的吧。以前那时候四年选三次的时候，就是市长啊、议员好像立委都没有跟里长一起选，所以那时候选举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抱里长大腿。你就会发现每个里长真的超重要。然后再是眷村的定义，那一般来讲，眷村的定义就是大家都说，是那些38年我国民党撤退来台，然后。有些地方给军人住嘛，那边就全部都是蓝的。可是你想想看，台北市现在哪里有一个地方是住很少人都是蓝的？也没有，就是没有一个里啊，最小当然是里嘛，没有一个里是都是军人啊，都没有啊。那后来我之前就有这个问号，因为根本其实算不出来什么所谓的眷村里，很少啊，不是没有，还是有。但后来发现所谓的眷村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如果只要有一个小的区域，譬如说一栋国宅好了，国宅最常出现，里面住的都是什么农民啊，什么退休的老师啊那种，那一般来讲都是国民党支持的嘛。他们在参加选务的人员都会称为这个集合式住宅就叫眷村，所以它不是我之前一开始想象的，就是一个里，因为我一开始最早在算每个里的时候，我都希望找出这个里是不是眷村。那我一眷村是想说，应该支持国民党也要70-80%，一个刻板的印象，就发现台北市根本没有一个里，每次出来投国民党都70-80%，根本没有这种理。那为什么大家还是讲眷村？后来透过这次选举才知道，因为已经有不可能有这种里的存在，所以范围收缩到一个很小的地方，一个社区，一个住宅，只要这边非常蓝，就叫眷村。好，然后再来是庄脚定义。大家心里想的庄脚应该就是什么赤龙赤凤，在地方上，都是什么角头老大，画出一个党什么这种，完全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后来发现，其实呢，你要想想看哦，一般在社会上，会当庄脚，就是你白天他在选举的时候，你就会跑去他服务处去帮忙拉票，这种人绝对不是上班族，为什么？因为上班族要家里要顾小孩，有生计要顾，我怎么可能去帮你选举，还做义工做免钱？不可能。所以大概都是退休的人。然后呢，我在这边观察又发现到一件事，就是因为通常男性的就职率应该现在还是比女生高啦，尤其是我们的上一辈，因为我刚刚讲过，就是会去帮忙都是年纪比较偏大，可能退休了。那我发现是就是男性大部分还在工作的时候，女性都退休了，我们的上一辈。然后所以很多大家讲的庄脚不是，其实就是一堆。退休，然后小孩子也都成家立业，然后经济也不需要担心的婆婆妈妈，就真的在那个选举的竞选总部帮忙打电话，帮忙折那个什么，反正做一些文宣啊，折文宣啊，寄什么广告啊，都在做，几乎都是女生，
所以这个窗起来定义跟也打破我的想象。董志轩是大块头哦，走路摇摇摆摆，后面跟一大票的，没有，没这回事。哦，没有这回事。哦，然后这个大概是这次选举的一些比较可以值得分享的。那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啊，但我觉得，因为今天我比较希望能够凸显说，因为选举还是有很多明明白白很多小东西，那我比较想要把数据的东西跟怎么帮助他们拿出来讲。那时候我想 ，Q&A 的时间应该会拉得比较长，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问。那一样我不能回答了，我就会明讲，也不要再逼我，或是挖洞给我跳。哎，那这个大概就是今天的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刚才听你说你的 partner 有一个 partner 是专门在做 data cleaning， 对。你有说常中选会的资料是错，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中选会的资料是错的话，比如说本来实际上是100，然后它记成130，然后你看到就是130，那你怎么去反馈说它一定会是100？因为它有坚持它要哦，了解了解，肯定都对。对，资料中选会资料有两种，一种是你没办法验证的，像这个候选人在这个投开票所得几票，这个你没办法验证，所以这个我必须相信他。但是呢，他有些东西，譬如说。他已经帮你把投票率算好了，或是这个投开票所哪些零什么那些东西，就是我有办法验证的，那我就必须要去验证，因为我刚刚就说过，他就是有算错，一个人超级赛能得100多%的票还落选，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哎，我不知道他那怎么，他后面是怎么写的啊？因为我看到 URL 看起来像资料库吐出来的，那应该也不是，应该是算好就丢进去，可能算那时候出过什么 trouble。所以变成说我只能抓那些我无法验证的票，譬如说这个人有得，这个候选人在这个投开票所得几票，跟这个投开票所有多少选举人口，然后出来投多少票。那像刚刚那两个，像譬如说出来投票人数，我就可以看这个投开票所，譬如说有五个候选人，那五个候选人得票加起来，应该就会是。你那个选举出来有效票的票数应该要等于吧，懂我意思吗？有效票数要等全部，我就是在我他就必须要写程式或者去监测看有没有这些问题。Okay， 那其他必须要相信的你还是要相信他，但去把能够计算出来的全部不要相信，全部自己算。Okay， 因为真的出错很多次啊，我记得好像2006年的议员吧，就是中安大头，就看到他要超级赛，应该每季都是那一年。还有。OK， 首先，惯性这个东西是我看出，就是看很多 data 看出来的。那所以基本上，像譬如说，像刚刚那个中安大同那个每一年泛蓝的得票率大都没变，那个就是看出来的。那这个问题不说是我们怎么样去验证，因为我也在尝试着，就是说对于同样一个问题的答案，我希望有两种解法可以去解释它。像刚刚讲，我要跟候选人证明说。中山大同的选民有惯性的时候，刚刚那是一个方法嘛，对不对？那其实还有一个很恐怖的，对，刚刚忘了讲，刚刚有讲嘛，这一块是新党都出来的嘛，对不对？然后2006年跟2010年新党都没出来选，然后2002年呢，你可以去看2002年这个新党这个票是8000多，然后今年新党又跑出来，就是刚刚那个候选人，他就拿8000多票，我没有到每个里去看，我相信会有一些流动，但是那个有点巧合，我还没有仔细去看。但是这些东西就是我尝试着在找，对于同一个答案，当我要讲的时候，我希望找出很多数据可以证明说那个惯性是成立的。哎，这个是，但一开始一定是假设啊。譬如说，我就像惯性这个东西，我就是像我刚刚跟大家调查这样，哎，你曾经投过国民党，投过民进党，请举手，就少。那所以我就先假设惯性是存在。那我现在证明，然后找出很多现象。其实这个有点质化跟量化同时去并重，其实去做。那一开始大概都是质化，因为像这种调查就比较质化。可是我就尝试了用数据去证明说这个现象其实是存在的，而且还是不止一个数据，
来证明说的确有这个惯性。那惯性成立了以后，才可以看说这个惯性到底帮一个候选人他在选举的时候应该要帮他怎么用，他的选举策略才会比较有效率。那其实没有一种选举的方法保证他可以选上，只有选举的烂方法会保证他落选，不会有好方法保证他一定选上，因为选上一定是很多各式各样的因素在帮助他，然后总合起来，当然会有几个主要因素啊，像譬如说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候选人年轻，学历很好，长得帅或漂亮，或是形象很好，大概不出这几个，那其他的次要因素加起来，跟这些主要因素加起来才会选上，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主要因素说做了一件事情就会选上，没有。那我们在做的其实就是帮他提升他胜选的几率。我也没有从来没有跟候选人说用我们东西一定就上，用了我们就不用我们就会落选的，没有。对啊，还有吗？好，今天是阿社群的场子，想请你就是好，对，分享一下啊，去年在选举之前呢，好，对，对不起，对，要补充一下，我要道歉。去年在选举之前，我都是用 Excel 做，因为那时候我决定要切到选举数据来的时候，那时候我知道啊，我还不会用，那我也不知道我们选举数据到底能做多少，那我就想说，我用最快的方法，我所有的图、所有的东西全部都 Excel 化。那等到选举过后，我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有用，然后我最近才开始用 R 做。那我现在用的 R 最大的部分都是拿来画图，就用那个 ggplot2 拿来画图，画这些长条图、折线图或什么图，就主要它拿来画图最好，因为大家都知道 Excel 要画图很麻烦，你要先拉表格，然后选图的类型，然后图的线要多出一个一个条，烦的。工程师最讨厌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全部写成是 Enter 按一下，一次就吐十几张，超爽。那 R 对我来讲，我刚刚也跟物群分享过，就是我不觉得它像程式语言，因为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可程式化的超级计算机。就是我把 CSV 档做好，然后就是把它丢进这个计算机里面，然后它就一次可以把它东西全部算出来。当然，你就是把它写成程式的样子啊。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它，从我的角度去看，我觉得它比较像超级一台很强的计算机。什么都可以算，一堆 module 还可以 loading 进去，然后帮我做东西，还可以画图，一般计算机也不行嘛。这个大概是啊，我只能对，还现在还没有很强啊，还常常在做一个 data frame 的时候，指令怎么下，怎么取那 ID 或取那 ID 还去翻书，还没有很熟啊，因为现在大部分都画图比较多。对，谢。对不起，来今天来没有讲很多啊。对，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那时候有这个可以分享，我有去找连胜文啊跟柯文哲的幕僚，但是我们进去的时候时间很早，可是那时候很早的时候，他们不是里面还很乱嘛，竞选总干事是谁不知道，然后连胜文那边不是，竞选总干事也不知道，然后里面斗来斗去嘛，然后后来我在想说，我继续跟他们谈完以后，我就想说，我们是什么咖，什么都不是，去那边就是当垫脚石被人家踩，然后人家在斗来斗去，然后我什么也不是，很容易就被牺牲了。然后再想一想是，我们也不确定我们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因为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然后要我一次算整个台北市，好像又只有三个人，感觉能量很不够。后来我就打退堂鼓。那反而，所以我就去找议员，因为议员有一个好处就是，议员是现在议员跟去找乡镇市民代表，他是一个选区选多数的人。那坦白讲，对我们压力就没那么大，因为你像选市长或选立委、选总统、选那些首长的，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对吧？他只能上一个人啊，不管多少人选，就是只能上一个人，那压力很大。然后我们东西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万一没有用，我想错了，害人家落选，那对啊，千古骂名，算了，我就退缩了。那我就去找议员，然后跟议员合作。如果下一步你想要帮助立法委员的话，你觉得你要增加什么东西？帮助立委。这个我有在想过，是因为议员选举跟立委就不一样。我刚刚讲过，差最多就是那个选上的那个名额嘛。议员就是啊，十几个人选，那个这边也分享一下，
议员真的其实算好选的，大概平均命中率连任大概都有七成啦，然后选上大概都获一半，所以我然后这次不是很多人跑出来选里长嘛，然后有些就有听到人就说，哎呀不知道做什么要出来选里长嘛，然后就选上，对，就是选议员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哎那立委的话就是难就难在他就是其实立委现在选举比议员还小，这还蛮怪的哦，大家不会觉得矛盾吧？就是。台北是12个行政区，议员的选区只有6个，可是立委选区是8个，一个立委的选区大概都比议员小，都比议员小，里数都比较少。你会觉得奇怪，立委是中央等级的民意代表，负责全国，你看他能代表的那么少，所以这个后来也被人家诟病。那我如果现在去帮助立委的话，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先解决掉我刚刚讲那个问题，就是因为刚刚这些方法大概都很合理啦，但是能够。因为立委要选上压力很大，他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战争，对，那可能刚刚的那些东西都是在顾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catch 到，就是、啊、我把我的票顾好就好，我们从来都 不做什么暗黑兵法，什么在台面下搞什么乌龟龙尾，那个我也没办法算，但是立委可能打仗就是为了要赢，可能无所不用其极，有些东西数据要怎么样去帮他们，如果真的要去帮他们的话。那个不是你死我活，这个东西要克服，因为刚刚这些东西都是在顾自己，基本上没有在攻击别人嘛，我们没有在攻击别人嘛。可是如果真的要打不是你死我活战争，一定要进攻跟防御。那这个如果真的要去帮立委的话，要想办法把攻击的东西开发出来，但是是合乎情理的、啊。你真的哪里做不好，数据呈现，那我可以攻击，会这样子做，不会去搞一些什么选举。小撇步，我这些这个都不一样。你们什么整体的指标来说，你们的方法有效，或者说你觉得你们自己的预测率有进步之类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先回答是我刚刚讲过，没有一个东西是主要的因素可以帮助他们选上，他们选上没有一个最决定的因素吧，都是各种因素组合起来。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有效，是因为。跟我们合作的议员，他们都觉得选的比预期还要好，但是跟之前差别就是差在多了一些数据帮忙，那这个大概就比较容易直觉联想。但是我刚刚有讲过，很多东西我要用什么数据去证明我们东西有效，我觉得有点难、啊、但是目前他们会愿意这样想，对我来讲，对这个东西来讲就是比较大的肯定，就有选的比预期好。可以分享一下，就大概他们用上。多少？我这次接4个人啊，然后为了在短时间内累积大量经验，因为出来选还是有分类别，有连任的、哦、然后有新选的，还有交棒的，就是退休交棒的，有这3种。然后我们这次服务这4个，什么颜色都有，有蓝的，有绿的，有白的，然后也有新选的，也有交棒，也有连任的。我就希望透过一次选举把这些东西摸透了、啊。所以像新选的我就没办法去估计，但他觉得如果他没有掉车尾，他选的不错，就是选的比预期好，这是他讲的。那有连任的我们就是有去看，票数是有成长，对，那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但票数成长我要说老实话也不见得是我们的功能，我们能够达成，因为那跟选举的党提名的人数有关，因为我刚刚讲过，就永远这50%在投蓝的或投绿的，3个人出来选跟4个人出来选，每个人的票就不一样，所以你可能做个 normalize 或者之类的东西去证明它。但你讲这个东西，议员也听不懂，就是太数学的东西。因为最早一开始我们去跟议员分享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在做这个东西，我去拿了很多台湾选做研究选举的论文，然后就套了很多模型，什么选票分配是 normal distribution 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拜托那个去跟议员讲，跟他的主任讲，谁懂啊？然后我一开始就真的这样去讲，然后把他的选区的一些资料、选票资料扔进去，然后就吐一堆数字。这个你看就是常态分布的，谁听得懂啊？对他们来讲，这个跟天书一样，对，其实，对啊，所以不是不能分享很深的那些东西，但那个东西后来我们都没用。反正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跟他们很近，因为他就是要扫街，他就是要去电话拜票，他就是要挂广告，他就是要考虑要不要挂党徽这些东西，帮他们解决这个东西才是最务实的。对。那我比较好奇，你
你跟我合作，你大约可以增加多少%的票吗？或者是用什么方式？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那用你这一次的参与这次选举来说，你觉得目前候选人们对于数据分析这一块兴趣高不高？多少%的候选人是愿意采纳这种分析的方式选举策略方式 ？OK， 针对第一个问题就是用你的、啊，真的啊，我们遇过我为了这个东西，我有拜访大概30多个议员，然后，三十多个议员啊，然后不见得是，不见得有见到议员本人，有的是办公室主任，反正我们就去聊。那基本上要信的人真的不多，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有用，但是我也常常收到最后回复是阿Ben啊，我们之前十几年都是传统这样跑就选上啊，我何必要？对不对？我就还是照常选，都有遇到。那如果遇到的是他比较愿意尝试，或是怎么讲，年轻吧，或者怎么样，他愿意试试看，那就继续跟他合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刚刚问题哦，我怎么保证那个票嘛？基本上我没办法，因为选举很多东西，你第一个这个人每次当选的门槛就会跟有多少人在那边选举的时候就不一样，然后还有名额，然后党提名多少人，这个都有变。那基本上我也没办法跟他说能够提升多少票。那尤其是这一次选举，就是整个氛围对国民党不利。那基本上你去看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28个吧，基本上大部分的票都下跌。如果他有涨的，那就表示他真的很厉害很努力。反过来民进党的，如果票没有上涨，那表示他真的做不烂，他运气好。搭着这个顺风车，不然他应该要落选。所以基本上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在事前就跟他说，你大概可以拿几票，我可以帮你多几票，没有办法。那怎么说服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用炉的嘛，那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讲到让他，因为一开始你去跟他讲那种常态分配，他根本听不懂啊。那后来就是跟他讲说，有举个例子啊，像我最常跟他们讲就是说，你这边譬如说。传统市长有10个要跑，10个你要去握手。现在选举剩5天了，你一天只能跑1个，你要去哪5个？他也不知道。我帮你算，我告诉你去哪5个，你可以拿到有机会拿到最多的票，转换率最高。这个就跟他想要的东西有很贴近。这个是我到最后有说服到议员的时候，大概后来才发现这个点是能够打动他们的，因为跟他们的东西够贴近。不然的话，我卖一个产品。就是天书那种东西，他们根本不会想要。还有吗？不好意思，我打个岔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对，因为也过了1个小时了，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们再开放一个问题，然后那个剩下来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在结束以后再继续跟讲者来讨论，谢一平讲者来讨论，好不好？好。金钱哦，金钱的话，如果我回答时间就是金钱，会不会烂？金钱我比较没有算过啦，我们顶多也是像那个士林北投那一张，就是跟他说你文宣要去哪里发会比较好，或是文宣上面要印谁吧，你的广告要放谁，去那边发比较容易被人家接受。这个可能也很难跟金钱。有衡量，我们还是时间比较好，就是选举那个效率。在那个竞选的成本来说，就我知道，他们如果有拨选举预算，比如说他们有政治现金那些东西嘛，你不用也不能收起来，变成自己的嘛。那个什么选票结余的补助款也一样嘛，就是反正你总是要花掉那些钱。那就跟公家机关报预算一样，反正就给他报销啊。那对他来讲，我假设啦，据说他的广告的经费，放广告经费100万，那我可以跟他说，你这样再这样放，你就有花70万就可以达到原来100万效果。那他那30万，他还是会拿去别的地方用啊，不然就是还是一样，再多几个地方放广告，他们一定会这样想，或多几个公司广告无所谓，他就是还是会把那些经费用。那所以，
我会一直跟他们沟通，就强调那个效率，让你这笔钱花得比较有效率，或是你投入的时间花得比较有效率。欸、每天握五千次手，手也会酸的，握太久了韧带就会断掉。怎么样握你可以韧带比较不容易断掉，又换到最多的选项，大概就是这样。好，那个谢谢谢一婷博士的分享，大家给他一个掌声。好，那接下来我们再